月，爱奇艺共上线17部日漫新番，全部为爱奇艺 VIP 会员发会员专享内容，其中7部作品为爱奇艺独播。这上线的17部作品分别是《轻羽飞扬》、《暮光幻影》、《异界少女召唤术》、《BANANAFISHX 的天使》、《摇的街球》、《暗之局》、《罗布奥特曼》、《游戏三人娘》、《行星与宫》、《京都四丁三条》的福尔摩斯、《深夜天才傻棚》、《天狼》、《红莲之王》、《高分少女》、《摇曳庄有位优奈小姐》，其中《高分少女》、《BANANAFISHX》、《游戏三人娘》、《摇的街球》、行星与共、京都四丁三条的福尔摩斯、摇曳庄有位优奈小姐7部作品在爱奇艺独家播放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暮光幻影为日本动画公司 LIDEFILMS 制作，国内互动娱乐公司乐元素出品的动画，独家引进的高分少女，由曾制作过蜂蜜与四叶草、科学超电磁炮等知名动画的在 C Top 承制，动画以1990年代的对战格斗游戏热潮为舞台，再现了90年代独有的校园氛围。自2017年起，爱奇艺开始探索优选动漫内容付费，培养用户逐渐适应为优质内容买单的习惯。在2018年5月举办的爱奇艺世界大会上，爱奇艺面向用户推出方会员服务。